Saturday，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，然后我们还是不敢出去吃饭，所以我们就哦，外卖来了，在工作室过情人节。喂，哦，我来，你在哪里？你在一楼吗？你在二楼哦，我听到你声音，好，拜拜。餐点来了，等一下算会过来，我叫他吃饭时间再过来。可是我今天起床晚了，来晚了。所以我本来预计说我东西整理好之后餐点才会来，所以我想赶快弄哦。我把我的小推车带来，因为小推车上面有非常多餐具，等一下我要把它放到盘子上面。这全部都是 Chaba Tree 的，这是父亲节的气球，还好好的就拿来自己。久不见哦。对啊，现在拿杯子下来做一个超美丽的 Mocha Latte。 因为上要来了，所以我就不在上面等饮料了。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赶？我要把餐点用在我的盘子里面，好像有点难耶。超香，再拿沙拉点缀一下好了。好吃。等等，我衣服上了，完成，哇，超大盘的。再来是早午餐餐盘，因为今天饭只有一半，所以我怕上会有点吃不饱。完成，然后再来加水。哦，好可怕哦。我现在要把我刚洗的餐具都放回去，里面的餐具也都是 Chaba Tree 的，它里面就是有这种大的汤匙，还有小的可以吃甜点，然后还有果酱的抹刀，还有叉子。不然他好像来了，听到敲门声了，小聪没听到吗？真的来了啊，怎么办啊？啊！自己还没掉下来吧？真的，就上帮我送饮料了，好笑哦！现在我把奶油弄下来。After all this lonesome traveling， 哎，我刚刚超怕把它弄破坏掉的，哎，干杯干杯！不错不错，怎么样？欸、没有隔板哦，没有牛奶，没有糖，看你还要什么各式各样的。没有，都试过了，谢谢。饭都在这里。嗯，好。因为它上面用太久了，我就把沙拉围在旁边。饭在自己自己挖啊，对，他刚说要搅一搅。对，搅一搅。嗯，只有这个。那面包啊？你吃。那一半。好，一人一半。就是这样，不要沾。因为上也不是说在怎么样。但是就是点一些不油腻的东西，还可以吗 ？Good, good。然后这个是无糖的 Mocha Latte， 没有牛奶哦，是符合你的需求。是的。是有个福利。嗯，不要，你吃，快点，有可能沾面包了，哦。是吧？这应该是父亲节的延续吧？你刚才讲是父亲节延续。父亲节的气球，父亲节的桌布，父亲节的花，父亲节的餐具，父亲节 Part 2有没有？你要把气球转过来，哎、欸、，Happy Father's Day。人家很有心的，好不好？没把它撕掉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厉害哦 ！Happy Birthday 撕掉的。对，我先穿这只新衣服，几件新衣服呢？大概买了四五件吧，能穿的再只有两件。我今天早上就在试，试到就觉得。很难过，都四个月了。说啊，表示体重很爱你啊。不是什么大东西，但是你要的，你也不知道送什么东西了。你送我一个女儿啊！哎、欸、哇，超大哎、欸！你怎么知道我要这么大的？大家看怎么打开。开始减重，所以需要一个大瓶子来喝柠檬水。
不错不错，这是几级？但不能喝冰的，1100。这不能喝冰的，就喝室温就好了。为什么这不能放冰的？可以啊，但是你身体最好不要喝冰的。就放在洗衣机吗？不，这样推这小车推过来啊？对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。这么熟哦？你说我熟？你这样拉，这样拉过来了。你说我怎样熟？你用一次。那你不要。你说我怎样熟？你表演一下，把它拉过来。你来。你表演一下嘛。你来嘛。我没办法，这这么矮。如果是我，可能就这样把这样弄过来吧。你说我熟？那你怎么拿过来的？表演一下。但推车推过来的啊。哦，好了，那没那么熟。哦。哎呀，快去。来吃个甜点啊。好。开始吗？他没有闪哎。嗯，再次。In a world gone wrong, see the legend, 寂寞的痛，想不通。三八咖啡什么东西啊？九份。三的三，八是八的八。For too long, the chains I wore, 'cause I didn't choose.礼物白菜好好看，这是我的情人节礼物，谢谢乔比送了我很多其他的，然后粉底液没带，今天早上用了但是没带，然后还有一个我最近要开始喝柠檬水，所以需要一个大的杯子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这是很漂亮的一个 LV 的蜡烛，今天本来想点然后后来又没点了，来不及。这个是新的包包，今天是第一次用，昨天刚拿到，超闪的。先生，你帮我倒杯水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，要热的还冷的、啊。我一般常温就可以了。好，没问题，马上来啊。好。来。哇，你们水这么高级哦。当然了，我们是最高级的那个咖啡店嘞。真的这么高级哦。嗯。120啊，到结账。好香，你们还20？没有钱不要来我们咖啡店，滚。情人节的 special， 加油！这是我们工作室的工作服啦，就很像服务生现在有，好活泼。Here comes the moon, held by